只要会叫声。耶！哎，但是我在我这里看不到你，这样子耶。耶！哎，你怎么还没卡？卡住了。晚上好，猜猜我们在干什么？晚上好，晚上好。等一下，段璇的直播好像有点卡，他正在开启当中。猜猜我们在干什么？绝对你们想不到我在干什么。啊，我就在讲讲废话。耶、yeah! 啊！啊啊！给你一个，我们给我一个那个吧，手套。哦，谢谢叶蝶，谢谢。我觉得我很搞笑。我们去给他露出一个面团。哦，好，先介绍一下吗？介绍什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干嘛呀？我们在做饼干，然后就是在四号握手会的朋友们。对，然后是四号还是五号？四号、五号都有。但是感觉我们会放到冰箱里的。对，但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饼干它最长的保质期应该是一周吧，放冰箱里应该好一点。老板来做的，老板。嗯。最长保质期多久？差不多五六天吧。五六天，放冰箱里也是五六天。但是我相信大家应该还是会以收藏为主吧？为什么你的直播间漂亮？不是漂亮，你也可以看到我们两个人。你就放远一点啊！我觉得我的漂亮。你要吃啊，你要吃你可以吃啊，你可以放到我放到冰箱里吗？我把我冰箱里我把我冰箱里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你放饼干，然后到时候你就可以吃了。不，他们有很多人会很那个啥，他要把它扣哪个啥，很变态啊。他们做成低辣，把饼干做成低辣。对，真的有点厉害。反正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哦，低焦低焦好像差不多。谢谢。反正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做一些小饼干，然后到时候开档大会玩的那个握手会作为一个小礼物给大家。不过就是说可能数量有限。你要像我这样，你要一手扶着他一手这样，你要吃它的哦，到时候大家当然混在一起，谁知道没有揉的，谁知道是谁揉的呀？那我要只让大家要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那你就每个饼干都写吧，背死，让你每个饼干上面签名，签你那个。你看，我都已经有整条了，他那还是碎渣渣。我刚刚在跟大家介绍，我也在说呀。你说的没我多，来，然后我们做完饼干之后，根据这个时间，应该会回答一些收集的问题。Yes, yes, yes。收集了挺多问题的。Yes, 感受到大家非常的。我觉得你这没有我这漂亮。我觉得我这很漂亮啊。没关系，每个人的审美不一样。然后就是会回答一些问题。说实话，我本人是没有什么做手工的天赋的。看，我的好了。我比较适合脑力活动。再揉揉。走啊，亲爱的。好难受啊，你不觉得吗？啊，好吧，不是你要把腿为什么岔开，要不然你就只有下半张脸了。下半张脸也漂亮，那你并上吧，腿把你的腿并上。什么？我做成什么样都喜欢。
确实。你一个桶配一个盆，一个盆子。OK， 确实，我做成什么样，如果你们嫌弃的话，就可以不要。还有什么？你先给他拿一半出来。拿一半。就是那个。压扁，谢谢妈妈。老板，我们可不可以把空调开低一点？我好热呀。冷我。我感觉我现在流汗了。哎，我这一口有点炸。你出去了？出去了，你干啥要出去了？什么多动症啊？我就是因为在直播，我才这样的。我平时很安静的，好吗？这个一盆是两份。哦。就因为它这个小袋子，只能一个方向提走。行。啊，行。这个一盆是两份材料。那我们还得揉五次面。或者的话，我可以帮你们揉。好的，你帮我们揉吧，谢谢老板。跟这个步骤是一样的。哇。不是，主要是你们知道，我现在下半部分我的腿是岔开的，就是我仿佛在做。可以啊，居然有椅子。你看这个高度腿，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哇！有没有滑点？很滑稽显得。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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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压好了，因为它不能再压更薄了，对不对？好，压好了给我。不知道为什么刚刚不早点来。我刚刚在做体力活，我刚刚像在扎马步，谁懂啊？那你们两个小时下来腿又酸。确实，我是不是也好了？太香。再揉揉。对，再揉揉就是。你为什么不稍微再立一下？因为它刚刚自己慢慢滑下去了。我们俩像在玩橡皮，不能这么说啊！谁说了？谁说了？谁不能吃？对的，我们就是在这个面团当中注入我的爱意，对吧？嗯。先拿给它分一半出来，分一半出来，分一半出来，给它放在这个纸上。哦 ，OK， 好，差不多，放在纸上，然后看平是不是？这个有点高，你再加点。哦。喂。还有一个放在另外。OK。需要很。我都有戴手套啊，放心各位。我们还是非常干净卫生的。这个纸包在上面。谢谢谢谢。我们前面都有洗手。告白气球。因为一边好一点，在做饼干，一边就是没有再发烧了。昨天晚上吃完药，我可能不是能特别及时看到弹幕和礼物。谢谢你。然后我们只能这样上下上下给它压平。OK。确实有点像在玩橡皮泥。小时候可爱玩橡皮泥了。小时候我妈给我买那种超大盒那种橡皮泥，最后都会变成一个颜色。确实，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很脏的颜色。
对哦，还在擀面呢，努力擀面当中。有水分吗？有水分，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嗯，要温水还是温水？温水，谢谢。那那么也不有安。如果我现在没有在直播，我肯定就谢谢王海，谢谢素质差。你看这边压瓶就可以了，平常我去没有瓶子。但是我觉得好厚哦。厚度都是这个厚度。OK 吗？你给我吧，还有一个。OK， 还有一个。明天不至于胳膊抬不起来吧？快快！我现在人生信条就是好困呀、啊。谢谢。因为我们昨天晚上排完那个节目，已经几点？五点。嗯，四点多。四点多快五点。我虽然手刚刚摸了眼睛，但是我们谢谢酒精没有擦过手，大家不要怕觉得那个啥，不要怕觉得就是说吃着那个啥。这两天听老板说还会经过高温那个啥，我在这边。谢谢优口啊！啊，就这样吧，随便吧，不管了。大家忍耐一下，待会儿就有那个直播之下了。OK， 这个是不是也好了？哦，痛痛痛痛！我现在可以吃。对的，感冒发烧人士。对的，虽然我退烧了。你确定要不要？老板又给我按了两下，你给我看了两下。我来检查一下。谢谢 Diver。不。啊不，我们去看看。多少 ？OK。OK。哎，展示一下，选的模具。看。小猪。我选的樱花。还有。谢谢2015水飞水宝宝前辈。什么玩意儿？说话呀！快点叫前辈。还叫前辈，还叫前辈。过去那些听说过的美好日子是真的存在吗？谢谢。2015缘分到了，从来藏不住什么。应该是魔咒说的话吧？我说的吗？不，我觉得应该是我说。谢谢2016宝宝只有我一个。哎呦，你说的，你说的，我记得是我说的。缘分到了，藏也藏不住。这个有说过吗？肯定有说过，我有印象，但我不记得到底是。谢谢2016段奕璇不给你走。哦，2016我走了。哦，那个时候好甜呀、啊！现在都是什么呀？2017 YBY， 我好想你呀、啊！我还记得是在公演上说的这句话。对啊，谢谢2017给段奕璇我的小星星。现在没有小星星，小星星都去哪里了？小星星都变黑星了。哈哈哈哈，来了来了，谢谢2018，我的 YBY 要长大了。那是你过生日对吧？生日信，嗯。确实有点抬不起头。谢谢2018，有一天想到。哎呀，果然人还是要有距离啊！现在都不会说这种话。有一点点想断绝，有一点点想断绝，有一点点想断绝。来了，谢谢2019，因为你是我的水宝宝。你现在叫我水宝宝吗？我请问。你的在我的游戏里面一直叫水宝宝。那你怎么人真人不叫？拜拜。我以前真人叫水宝宝吗？对啊，水宝宝，水宝宝，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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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呦，谢谢2020年不要面子。2019喜欢吧，心动了吧是什么？谢谢2020不要面子要水。喜欢吧，心动2019。肯定2019的话，肯定是你来上海了吧？嗯。2020很庆幸有段学期都是2020去的。不是，我的意思是二零呀。谢谢2020，你太快了，太快了，给我们一点回忆的瞬间好吗？给两个记忆力不好的人一点寻找记忆的瞬间。我猜，是我不会退。被我猜中了吧？哼，哼！谢谢2022，我也要人哄的。我说2020那边会是什么？2022哄我！烦死了！是不是？肯定是。我下次你得先哄我，哄你。他们是不是临时改名了？来，2023 DIY 刮丢，肯定是，肯定是吧。我阿迪欧，我阿迪欧，我阿迪欧，我阿迪欧。你们还要捏吗？要的。哎，我们还要捏吗？还是等会儿来帮你捏。等会儿你帮我捏。耶、yeah, ！谢谢2023，我阿迪欧。大家都没了，二一二三。谢谢2123还一起很长时间吗的夜点。你能不能浪漫一点？再浪漫2123我也没了。万一这么多年科技发展，然后到时候人均就冷冻人技术是吧？活200岁也是有可能。你像古人，他们也活不到100岁。好吧，那我现在就努力存钱吧。他说肯定是有钱的人活得久一点。他们百岁的意思是我从我出生那一年到100年，不是说从2023年到100年。好卡、啊，卡了，完了，这口袋不行了呀。不知道我们口袋哪来的自信，重庆一下，家人们。好了吗？重庆一下就好了。我们在建房子，你才知道又卡了啊！又好，工地信号不好，确实。因为这有小问题啊，傻呀、啊！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本领强。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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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
不是，我们我现在每天早上都会听到装修声音。哦，对，我也是。不是很明白，因为其实正常人都是早上工作的。不是，他就早上八九点的时候装修，然后十一十二点他就不装修，下午也不装修，什么意思呢？因为八九点的时候没有什么太阳。哇，来啦来啦来啦！哦，你看这个饼又大又圆，然后是长的。好了，像不像？这会儿就放里面，对吧？真的，哦，它像不像？比较扎实。如果滑的话，一个容易摔，第二个到时候容易碎。好嘞。我跟你们，你们会做的对吧？你教教他。我也做过啊。哦，好，那我但是不用教，你不用教，待会儿。好硬，我们等它化一点再做吧，太硬了。太难压了，现在。可以压了，可以。有点太难压了。你为什么不做？你用四个手。因为这我看这个好像特别容易做。对，压这边。先给压一下，不行。好，然后拿起来看一下。因为这么硬吗？先拿筷子，先拿筷子。我都是这样的。先给你们做个猪猪。就跟我们猪一样。对，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说，这样我给你示范一个好吗？哎呀，坏了！为什么？就是你对你把筷子放过去，然后用四个手指均匀的压一下。好，压好以后，你一个手摁着这个框，一个手拿起来按对，然后你看一下厚度，厚度你这个明显吧，纹理，挺明显的啊，那就可以了。然后用手指压一下它里面的边，给它推出来就好了。这样子压？对，推它的边。嗯。那摁什么？哎，对，就这样。哒哒，可是我这个得哒哒。这个就太用力了，我帮你拿牙签。是谁做成功了第一个？是谁呢？第一个是一个猪猪，呵呵，看，你想要这个啊？好吧，那就把这个坏的。谢谢蓝手要儿子吗？谢谢你。这个坏了，少了一个花瓣，少了一个花瓣，为啥？因为我太用力了。啊！看看还有个吗？六个吗？我看你看到没？看到没？这里有个。把这个毛拔掉了啊！谢谢2016断弦不给你走，怎么又来一遍啊？对呀、啊，看第一个猪猪，我接着做了啊！我要埋头苦做了啊，各位！我还想要牙签，为什么要牙签？挑牙签。哦，改不了 ID 了。镜头什么咋了？什么意思？哦，我懂了，这个衣服。 OK， 第二个要做一个猫爪爪。嘿，现在几点钟？大家到了八点半左右不是九点半左右，提醒一下我。为什么？我们不是要问答？哦。我。哇，这个是完整的。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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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卡住。OK。快！对呀，很漂亮吧？是我们精心挑选的模具哦，也没有很精心的，但还是很精心。谢谢晴天有雨，大家看，猫爪爪第二个，在一起100年了，好变成鬼也要一起。干嘛了？可以活到，我觉得可以活到150岁吧。不要，我不要活到那个。
谢谢双子座的忧伤。你要做这个吗？那你做你的科技吧。谢谢。哎呀，它这个牛牛面粉，就是沾一下，因为它一直带出来。那我再做一个。但是它一直带出来，有点。就是你家的稍微轻一点。就不要太硬。一开始你家的轻点，你看一下我没写了，然后就是后面写再稍微干一点。榜一榜二头像好搞笑，怎么搞笑的？谢谢2023瓦阿迪欧。没看到弹幕，弹幕说什么？弹幕说什么？塔塔多可爱！什么？什么吉士果？什么？说我不浪漫，说我不挖野菜，我本来就不挖野菜。为什么要挖野菜？挖野菜就恋爱？我知道呀，但是为什么要挖野菜？对啊，他们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挖野菜。每一个人都不要挖野菜好吗？求求了。好冷。我哪里不懂浪漫？我再懂浪漫，我再不懂浪漫，100年以后都变鬼了。科技屁屁，科技屁屁，那个爱心冰上了吗？科技屁屁，爱心哪里还有爱心？没有爱心。这个不是，它是尾巴。哦，是另外一个有爱心。谢谢我阿弟，谢谢。有爱心模具，你知道吗？嗯，没事，我们先按完这些了。我是什么？弹幕就是因为这个横屏，弹幕就是留下来的比较就是。谢谢 Small Mark， 他现在特别好弄哎，因为他现在很好压，一次成功。因为现在很好压了，我就会多把我一次成功放在你的盘盘里，接得挺顺手嘛。你不是给我的吗？给你，都给你。我最喜欢这个樱花的模具。科技屁屁，拿科技屁屁的人，要别的饼干大一点。你不要这么说，那些拿到别的饼干人会伤心的。那些拿到别的饼干的人都要拿2块，今天晚上做一杯。不行，这样吧，拿科技屁屁人，把屁屁掰下来。那科技屁屁的人必须跟两个人合作，一个人吃蓝耳朵，一个人吃屁屁。别磕死我！因为科技屁屁就是大一点啊。我那会儿说我们要挑差不多大小，但是他非常想要这个科技屁屁，我想悄悄的收回去，被他发现了。哒哒，这个猫爪爪，他们有，哎，他又来了，不是，他们改不了 ID 了，嗯，是吗？他改，就是这个 ID 只能一下，我还以为你们就是反复轮流车轮战。车轮战应该也要换点话吧，换点话术。谢谢2016。2016改一下。改 ID 要审核，不是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改 ID 要审核，要。好的，すみません。怪我。那么多年。谢谢你了。一句谢谢你的成全。为什么要放这么悲伤的歌？有狗爪，它是猫爪也是狗爪，不，那个就是狗爪，我觉得。那你拿来嘛，你比一下，你比一下有什么不一样的？猫爪更秀气。那万一是缅因猫和马尔济斯呢？哇，但是形状不一样，一个更圆一点。可是刚刚你看你，哇，谢谢。啊。谢谢我阿迪欧送的叶结，我多做几个你吧。我是这个。既然已经有我了，所以那个只能是你。我是塔塔。没有啊，这里。我今天自力更生做了造型，谁懂？我更奇葩，我是去了一个理发店。他给我吹完做完之后，我自己回来又夹了一下。
因为实在是太离谱了。你知道吗？我在那里面等你的时候，外面的粉丝在说：“为什么还不出来？他们为什么不一起走啊？”我还听有人说：“待会儿我出去了，他要说丁丁怎么一个人啊？”今天我去洗头了呀。他们以为我们今天要在剧场完成这个，就是要直播。我们这么无趣吗？对，我们在他们心里就是很无趣。谢谢让我想到很搞笑、嗯、就是有人会很担心说我们两个直播不要跳两个小时舞吧，我说不至于，亲们，真是不至于，没有那么事业狂好吗，我求求了，谢谢跳两个小时舞真是有点，谢谢二零二几来着，谢谢你，喝个水，到底是为什么？谢谢二零二零，到底是为什么？在你们心目中，会有一个会跳两个小时舞的印象？我真是不是很明白。谢谢二零一九。别人都是哎呀，一起唱歌，也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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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农民工。你的青春，猫咋嘞？这就让你要吗？我不会把你的病毒放到你们的饼干里的啊，相信我。我今天就是说酒精湿巾擦手擦一百遍。那你来拿酒精湿巾捂住这。现在的成功率是100%，我现在已经快做完了，我精益求精，懂我意思吧？马鸡吗？老板，这个好了。嗯，好的。对，再给他罗宾一个。好嘞。等会儿以后再把这个手套上盖成这样子。那你给我的手套。嗯。就是你不用给他也可以。然后再洗，再罗宾洗就行了。对对。谢谢路仙威尔的呼呼，谢谢你。你们比较想要要什么形状的呀？多做一点，猫爪、小猪、樱花、柯基屁股，正方形。好了，我们这里可以进去。谢谢二零二二。这个还要再冰一下吗？还是可以直接按？可以直接按。到后面如果很软的话，我再放冰。没有塔塔，没有塔塔。塔塔这个形状也太复杂了，一般的这个 DIY 店应该都没有吧，太为难人家了。今天晚上感觉是个不眠夜。不至于吧，我们现在这一盘能做几个，我感觉这一盘能做个，其实可以做个10-20个吧，其实主要是因为现在一边在说话，谢谢二零一五送的爱的花海。我已经开始在，哎，让我把脸印到这个饼上，什么人？那你们吃的可就是粉底液了。哎呀，快了，不行了，它有点太软了。哎呦，已经拿不起来了，需要去拼一下。就可以拍的整齐一点，拍的整齐一点，拿还拿得起来，拿得
谢谢应梦德。爱没有水滴，我刚找了一下，没有哦。对啊，为什么一定要吃啊？我想着大家应该都会想要拿来收藏吧。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好吃。好吃的。我之前做的那家店不是特别好吃，没有说这家店不好吃的意思。算你小子机灵。谢谢2016。真假的？可是吃了就没了呀。吃了就干嘛？你想说跟自己永远一辈子？真在脑子里了呀。吃了就是身体的一部分。对啊。好恐怖！像我身体的一部分是因为他给我的呀。那我人生中这一段回忆，我做的这一件事情，这个技能是这个东西赐予的呀。可爱。你这种就跟，算了，我不说了。是吗？因为我觉得有点血腥。我要吃掉你的一脏。好病娇啊！好病娇啊！谢谢年小姐。我要吃掉你的一脏，看见这个没有？知道，但是没看。剩下的你给我吧。我觉得一盘用一个模具做会稍微快一点。好，给。等我后面半个小时就发现我在埋头苦做。我已经在埋头苦做了。哇，一毛毛。但是每一个都是我们亲手做的，谢谢2022。哎呦。Oh my god， 什么？Oh my god！ 哎呦，又开始难搞了。很快进到四号，什么意思啊？三号不看了。吃了。三号不看了。他们只想要吃。我们演什么无人在意，谢谢黑小魔，是不是这个意思？我请问，因为他现在很硬，就是说很难。哈哈哈哈，加多是一个团，一个亚一个血不会快的。Change。是啊，你应该不是累了吗？对，然后你放上去，我再给它压平。OK。啊，里面还有一个迪士尼的，可以拿来给我们吗？米奇的。米奇的。米奇的。对。他们是一对，怎样吗？可以啊。什么时候 QA？ 等我们差不多。做完，最后半个小时吧。谢谢春风水。我春风水是什么意思？今天的任务吗？我还没有看今天的任务，因为今天都逼死。谢谢2123，谢谢春风水里不如雨，谢谢你哟。老板，这么大差不多吧。我生病了，多喝水。但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是水中毒。压过去那个瓶子就可以了。嗯，这世界上有一种中毒叫做水中毒，就是那个太多，就是喝太多水了也会不行的。你也没有到水中毒的程度吧？我刚已经喝了很多水了。谢谢2023。我今天喝饮料了，理不直气也壮。热不热？热。
为什么你老是这么容易粘啊？容易粘，因为我太大力气了。那你少给我一点，不行。来，热情。走。年轻人是充满活力啊。这口袋居然还行哎，说明他们为了赚钱努力了。你不要说这么直白好不好？难道不是吗？难道不是吗？他们知道今天但凡出一点点问题，就会少赚很多钱。不，谢谢西山木鱼汤，谢谢2019。哎呀哎呀！差不多也，耳朵有一点被搞了一半了，没关系啊。谢谢2019。哎，我好了，老板。我想还什么故事？我以为想喊老哥呢。不至于啊。好，放满了。对，放满了。把你做好的先放在这个地方。好嘞。我现在这一盘在疯狂做樱花。好。它烤要烤多久？好，这一盘我估计我要吃掉五个。啊，这真的很好吃。你只能吃一个。行，谢谢木叶老师。都做40分钟了，我跟你说。真假的，这么快？我今天还在想，谢谢2016。我今天还在想，我们不会就一个小时，然后所有一切都干完了吧？不会的。但是有一种是很好做的，就是放在那个袋袋里面，然后剪一个口，然后挤一下，挤一下。它那个没有形状，就是那个就粑粑形状，也不是粑粑，就是你挤出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无法反驳你，但是我觉得那不是粑粑形状，差不多嘛，对吧？过得好快，红豆泥。不会觉得我们这样子就是做手工很无聊吗？肯定会觉得他们心里面偷偷的，确实偷偷的。宝宝不会啊，宝宝。然后心里面什么？等这么久就给我们看这个，我就说他再揉一下。你这个给我拍，然后你做。你看现在说哈哈的人啊，也可以做这个。好，现在说哈哈哈的人一定就是心里就在想，刚有人在那里哈哈哈笑死了。就我请问呢，哈哈什么意思？绝对，我跟你说，绝对还不如直接聊聊天呢。绝对心里这么想，背地里绝对这么想。确实，我们在这辛辛苦苦做饼干。哎，到时候但凡有这种想法的人，自觉一点，到时候不要来拿饼干啊。他们肯定还是会有人要来拿。自觉一点。不要学我说话。我猜你们想干嘛？你猜我猜你们想干嘛？你猜我猜你猜你猜你们想干嘛？他画好快哦，是不是因为我的体温太高？你不要再听下去了，真的变化。大家疯狂做音乐，你们不要看我们现在很悠闲的样子，但说实话，别说你猜是什么意思，真的有点累。别说你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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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猜。可是刚刚是你们先说的，你猜，你猜，对不对？刚刚是。我在跟帮你反驳。也是想说。这个还是要动一下，我觉得它有点太软。有新的了吗？我现在在疯狂的做樱花。你一盘还没有做好，因为我做的很小个，我都没有做那个。而且你觉得屁屁屁，
意思是我俩 Q&A 的时候能不能说你猜，能不能别说你猜别管，好呀、啊、好呀、啊、好呀、啊、那我想要用别的什么词来代替。 You guess。 这么点要求当然可以的啦，谢谢西山木，谢谢爱塔的小野，谢谢你哑巴。我们俩叛逆，你们也不是第一天知道了。我们俩也不是叛逆吧？为什么说我俩叛逆？因为就是很叛逆啊。不叛逆啊？为什么说叛逆、啊？那善解人意。什么叫做不叛逆呢？行，我俩善解人意。我叛逆，我也不叛逆啊，哪里叛逆？可以，我们俩同框，你已经要哭了，来哭一个，哭一个发超法啊！你看不到的哭不算哭，不能假哭啊，得嚎啕大哭呢，看到眼泪珠珠的那种。要或者会来哭吧？不要吧，我这有点贵呢。还没到啊，什么没到？手机支架。还在附近吗？一个手机支架被锁这么久，为什么感觉你的手机比我亮啊？因为我的屏幕就比你亮，你觉得呢？平时应该差不多了吧？还可以再放点。OK。谢谢五七，你看我放的很整齐。可是我已经第三块了。可是我放的很整齐。我已经第三块了。我就精益求精，我讲究的井井有条。但我也做了很多啊，可是我的比较喜欢。第三块了。真的很无语啊，家人们。你哭了我不会哄你，你哭了我只会笑，这个事情咱们已经验证了无数次了。一些很苦的事，怎么还会对我有这种期待、啊 okay. 好的，这个再说照片什么的要拍吗？谢谢还是等考好再拍？考好再拍吧，这好懂，真是你在谢谢地方，把这地址给说出来了。这个地方还是比较有意思。谢谢一九。OK， 我要重新再揉一下这个面。烤好了那个？还没有。迫不及待想吃了。到时候可以去卖纸巾吗？卖什么？他说到时候可以去卖纸巾吗？去对面门口啊？感觉要发财了。感觉你这个人是有点商机的。对，商业头脑可以，兄弟创业吧。怎么样？这种人不管在哪都会活得很好。哎，老板。
谢谢宁澈。脑子里只有赚钱，不好吗？搞事业，支持大家。可以卖香蕉飞饼，最好是哦。说好的卖香蕉飞饼，学香蕉飞饼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人学会啊？饿。我等很久。你坐到椅子上了吗？就是说坐到椅子上不能使劲。正在吃香蕉飞，不给吃了，没收。各位，我现在有点就是埋头苦干拼事业了啊，先不看弹幕了啊。看不到了，太远了，各位啊。谢谢王总。倒也不至于。已经在学怎么种香蕉，怎么种香蕉还要学吗？你可以先种种看啊，在经验中成长。啊，香蕉籽是什么？香蕉籽就是香蕉里头那个籽。香蕉有吗？黑色的呀，那不是籽吗？那香蕉籽。香蕉是种什么进去？什么叫香蕉是种什么进去？香蕉是树。就是苹果是种苹果核。香蕉就种香蕉籽呗。哪里有香蕉籽？香蕉里面有黑色的那个香蕉籽。香蕉是在树上的，种树上的。不是，就是香蕉里头有那个籽，不是吗？香蕉里头有籽吗？有呀。嗯。不是吗？黑色那个不是紫吗？黑香蕉有黑色的吗？坏了才是黑色的。这个里面，那里面那一坨。对啊，坏了才是黑色的。那是外面的肉，坏了。那香蕉是种什么？香蕉不是种里面那个籽吗？那香蕉是吃一个少一个。应该也不至于吃一个少一个吧。谢谢你。我当然知道香蕉树了，我可是海南人。他说香蕉是嫁接的。啊？所以要种香蕉怎么种？就是把香蕉切一半，然后埋在土里面，这意思吗？你看那个人说他要种香蕉，他现在已经在种香蕉，他就说谎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种，他还没有开始研究，他就信誓旦旦说他已经在种了。种人。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土豆我知道怎么做啊，土豆就是切一半，埋土里就会出来很多很多完整的土豆。苗。先画饼，种香蕉第一步画饼是吧？干嘛？这就是不是学农直播啊？好奇就问一问嘛，可以吗？难道不可以吗？对啊，增长见识。有什么意见吗？给我朋友。谢谢2016，谢谢。我们现在做了几个啊，老板？做了几个？有70个了吧？80个有没有？我看是穿了。60个。嗯。我们可以就是如果时间，差不多，我们可以就是先进行就是。把该进行的进行完了，然后就会关了之后再做就行。确实，关了直播感觉效率的提高一倍。好了，我最讨厌了。葡萄飞饼，葡萄加热了应该不好吃吧？葡萄加热了，
是喜欢看饼还是喜欢葡萄酒的味道？老板。你们不是累赘，千万不要这么说自己。但你们有没有听过一句话？什么？大哥爱的人刀都拿不稳。影响我做饼干速度了啊！我突然想到另外一句话。什么？谢谢是什么公？王类通关改的呀。突然想到一句话。心中无欲人，八仙自然生。怎么了？还有多少个啊，老板？还有100个呀。不是还有多少个饼？几个？还好几个。没累，我们少女不会说累的。需要永无止境的面团地狱。这个我要不都给我吃了啊？这个给你泡杯水。啊，我记得有。哎，有小的米奇米，小的吗？对，这个可以做了吗，老板？不可以。一个小时了呀。谢谢。哦，邦邦硬啊！可乐配饼倒是好像真的有这个东西。可乐肥饼，嗯，有的有个红色的，嗯，哇，这个饼真的好硬，嗯，飞机，我们俩做完这个休息聊天，好吧，做完这一张饼，谢谢，香菜肥饼。谢谢2123，不要让我听到香菜飞饼，我听不来。我喜香菜飞饼，香菜飞饼，啊，可以啊。找一张饼，然后里面夹菜呗。好可怕！榴莲飞饼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榴莲加热之后怪怪的。哇，这个有点太硬了，邦邦硬，这个东西硬不上去。这个。Mickey Mini 的主题可以是那个报告的主题，报告应该是琪琪弟弟的。那没有啊，那怎么办呢？你造一个。好硬啊，这个。那你可以稍微等一分钟就好。好。爱吃香菜和不吃香菜都沉默，确实。说实话，我们在这。也不是说多悠闲吧，但是主要是感觉老板在房间比我们忙碌，赶饼赶的手都要说火星了，感觉。谢谢，好好长大。等我有钱了，我把全世界的香菜拔掉。给我是吧？对我太好。可以啊，给你拔掉，然后全你得买一个别墅，可能都装不下。谢谢废物处理中。你休息一会儿吗？还有一个小时，他们一直在推，还有一个小时，不会是看不下去了？不，他们着急。为什么？想看 Q&A。所以其实他们明确，他们主要是想看那玩意儿，对吧？是的。很着急现在。根本不想看。那我们这俩女的在这做什么饼干？那我们就做到这儿不做了，然后到时候就是如果没有的，就算了，就自己搞搞吧，自己和面粉，
对啊，自己改一改面团，自己悔不该当初，自己造一造模具。谢谢九七送的爱的花海。师傅，别搞了，别搞了，老板，别搞了。不要了。老板真的把那个放下了。有很多残次品哦、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一做就是残次品、啊。那你换一个模具吗？嗯。哎呀，好硬！残次品也没关系啊，残次品是就是完美的这个里面完美的饼干，千千万残次的残次成这样的，也是只有一个，一半一半是吧？我残次就是可能每一个残次的程度都不一样，都独一无二。谢谢九七。谢谢九七。在长沙吃不到怎么办？建议就是说，你先自己变得有本事一点，然后加油创业，然后进入他们商界大佬的圈子，进入然后去商界大佬的饭局聊天，让他们给你介绍王子杰认识。然后完了之后，你就跟王子杰交朋友，然后交朋友熟了之后，你就说：“子杰，咱回来长沙搞的朋友的，这长沙搞巡演等了好久了呀，你都不知道我为了这个长沙巡演，我变成了百万富翁啦！百万富翁，千万吧，怎么样？可能跟子杰吃饭要变千万富翁才行。”还有几个面团呀、啊？按理来说，我觉得现在应该给我来点 K-pop。还有四五个。其实很快了，我们已经做了多少个了？一半了。做了一半了。只要不说话，专心做一个面团，也就一分十分钟吧。口误口误啊，不要紧张。一分钟，把丝巴收口。你说的可不是我说的啊，可不是我说的。其实我觉得可以，如果你有本事把丝巴收够的话，你可以赚到很多很多，是吧？是吧？哎，好热呀！我觉得热不热？我不热呀。你让他把空调开小一点。他已经，我刚刚说热，然后他给我调低了一度。哎，我觉得我们这个化的特别快，现在已经开始。我觉得是你用太用力了呢。不用力根本你看，可是我没有一个是失败的。那你试试这个传统。但是你这个，怎么先把它拔出来？突然沉默了，突然开始。你就是那个压轻点就好了。这个，就是按印记的这个压轻点。其实我还是有点做手工天赋的。有一个出炉了吗？没有。有一个烤好了吗？还没有。还没有。不是说。我的感情啊。啊！干嘛？为什么呀？啊！不是说一个烤20分钟吗？我现在20分钟还没到吗？啊！20分钟还没到？刚刚谁说直播40分钟？
软了。你看，你这上面那个按轻点就好了。永无止境。嗯，只是说等我做完这个，然后聊天吗？可以啊。你等我做完这个吧。我现在像流水线上面的一个工人，你知道吗？真的。谢谢歪歪爹。哦，可以来了，有面的时候。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接着唱，种大大的种子，开大大的花，在大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大大的种，开大大的花，在特别大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特别大的种子，开特别大的花。OK 下次点一个小时，那就九点了呗。好，来，谢谢 YY 多喝水哈，谢谢你哟。老板，我们休息一下再做。OK。那这个先放冰箱吧，我提不起腰了。好的，谢谢你。直播结束了，支架还没到。确实，这支架好慢啊。你看一下它到哪里了？你们要喝点什么？没事，我不喝。还有快递2000，都这么慢呀、啊？谢谢阿 K， 跳个舞活动活动，我真是无语了。跳个什么舞呢？我请问。谢谢8011，跳个大大的舞。谢谢57。好的，来吧。来吧来吧，拿菜的，好香呀！我的手。音乐要关吗？哦，不用，没关系的。谢谢。要关音乐吗？还是换一个音乐？哎，我都把一杯水喝完了。老板，我们换个音乐啊！你们是矿泉水公司的吗？可以吗？会进行啊？换不了，回扣吗？那我就先关掉了。好了，关了吧。干嘛了？这音乐不好吗？多嗨啊！来吧，来吧。你们问好多问题啊！说实话，其实说实话，我们一开始只是说要5个问题啊，真的。我是说5个到10个之内，然后哐哐哐，砸了好多问题过来。谢谢水旋太阳系最甜，谢谢你。说实话，不会觉得我们疯，不会不会，怎么可能？你们疯的要疯也是我们。谢谢米奇妙妙屋。好了，来吧，来吧来吧。有没有不会在别的朋友面前做，但能在对方面前做的事情？你先。那能讲吗？能啊，怎么不能讲？不是啊，都不会在别的朋友面前做。没有什么不能讲的事情。有什么不能讲的事情吗？啊，你们会在别人面前讲吗？不是啊，但是是特定的那种。这样，对啊，你不会在别人面前。会啊，但是特定的那种啊。特定的人。是这个意思吗？特定的对象。那你讲一个能讲的。你讲，你先讲。我讲过了。那人家也不知道是什么呢。是你知道的。我不行，我知道也不行。这个直播不是面向我，是面向观众的啊。不啊，是面向我俩的。是面向观众的。不啊。现在这个直播不是直播给我看的，是直播给观众看的。对啊，直播给你看的。我没有在看啊。你在看啊。我没有在看啊。他给我送礼物。我把眼睛戳瞎。有没有不会在别的朋友面前做，但能在对方面前做的事情？嗯。
有什么事情啊？除了我说的那个以外，你看他们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特别想听到。他们给出问题都是他意思，他们想听到答案。你说，你先说，为什么要我先说？因为我生病了。我也生病了，我突然晕倒，突发恶疾。不是，但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什么别的朋友面前不能做的事情。什么事情？一天天的这么，你有吗？你在思考吗？编一个。不是啊，我觉得有，但是那个不能说。确实，我也是这个，对吧？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们两个有很多的秘密，我们两个是秘密人。我们俩有很多的秘密，可能只对对方说过。那所以就是关于这些秘密的任何衍生，就是你的情绪，就开心的情绪也好，不开心的情绪也好，但一般都是不开心的情绪。对。哇！它的颜色比我想象中。现在还好吗？不太好。这太厚了，很拿了个坏。哎，那你别碰，等一等吧。对，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可能说的秘密，我都能说了，这还是秘密吗？对呀、啊。下一道题，不是？那我问你们，你们会有吗？会有什么？你们有什么特殊癖好？他们这个意思不就是吗？这个意思吗？就问这个问题的人。特殊癖好是什么呀？就是那能在别的朋友面前做，不，但是能在对方面前做的事情。就是啊，刚刚没说完，就是因为很多秘密只跟对方分享，所以关于这个秘密的，对啊，就是很多就是情绪啊，就会第一时间，可能也是就唯一就是会吐露的，都是我的秘密了，为什么要在直播里面跟你们说呀？下一个问题吧，好吧。两位还是彼此的微信置顶吗？你们给对方的微信背景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是置顶吗？是置顶。但是微信背景是什么？我的微信背景都统一的。对啊，我微信背景是金泰妍的那个专辑的。你现在今天回去立马换一个。啊！可是我看到那个图片，我心情会很好。什么意思？看到别的图片心情不好是吗？心情也好，但是。就是希望我们两个的感情也能像我对金泰妍那样，因为我认识金泰妍很久了，你知道吗？我认识金泰妍比认识你要久，就是希望我们两个的感情就是也会就是比我跟金泰妍就是更久一点，对吧？按理来说，你听我这，按理来说我认识金泰妍的时间要更久一点，但是呢，意思就是说，不管就是我们俩认识多久，就是希望我们两个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那为什么你跟每个人，你希望你跟每个人的认识的感情都能跟像金泰妍一样？没有，就是其他的，就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心里想着金泰妍会更开心一点。但是跟你聊天的时候，就是、哇，希望我们两个的感情能够超越我跟金泰妍的感情。哦，已经超越了，已经超越了，已经超越了。金泰妍护我 WHO， 一定要到这个程度啊，老师。好吧，下一个。住在金泰妍，别看啊，金泰妍，金泰妍是恶评，是恶评啊！啊，我说了呀，不一样呀、啊，你的是不一样的，对啊，你的是不一样的，对啊，为什么不一样呢 ？I like， 我就喜欢设置那张照片，我看我心情好。那你跟别人的也是，你跟别人的合照？当然不是了。那你跟别人的是什么？普通的背景哦。真的假的？每一个人都不是吗？对啊，每一个人。Yes， 好，下直播给我检查一下哈。然后，住在隔壁之后相处有什么不同吗？有发生什么趣事吗？不精能和谐相处了吗？不精不能和谐相处，真的。杨晶晶怎么说呢？杨晶晶她感觉这辈子没有办法跟任何一只猫和谐相处了。确实，她拉粑粑还拉外面。他报复我，对，
然后相处有什么不同了吗？就你天天能听到隔壁的声音了，天天能听到隔壁。我知道他晚上在看吗？看什么？真的很夸张，这么大声。嗯，但是我也能知道他晚上在干嘛。我能听到他晚上跟别人，不是，我开玩笑的，就是能听到隔壁深夜，你知道吗？其实会有一种。我现在房间很少有人，好吗？真的，之前好吧，之前我搬来这之后就很少有人会来我房间玩，偶尔还是会有的，偶尔是他们来给我送什么东西，会坐一下。嗯，好。我没说什么呀，就是能听到隔壁声音，你就知道隔壁在干嘛。有时候晚上，就是深夜的时候，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活着，你知道吗？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吗？有时候你半夜醒来的时候，会有一种这个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的这种感觉。倒也没有吧。你不会担心吗？就有时候半夜醒过来，你会突然在想，完蛋了，这个世界它还。这个世界会不会末日来袭？我有时候真的晚上会开始幻想。不会啊。你是没有幻想力，没有想象力。因为我晚上，啥不能说。因为我晚上总是能够接受到这个世界上不是我一个人存在的信号。什么外星人给你发来的信号？不是走廊上很吵吗？我不觉得，可能我晚上睡得比较……但我能听到电梯声。要知道家人们，替你们试过了。第五个，不是下一个。拍低消 PV， 看到剧本，两个人第一想法是什么？有什么趣事吗？觉得哪里戏份最难？第一想法是什么？因为其实低消这个剧本好久好久之前了，嗯，就是大概是一年前吧，一年多了吧感觉。然后那会儿看到的发过对，那会儿还有，也不是还有别的，也有别的，但是那会儿它不是是一个，它没有像现在那么详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构思，一个微信聊天发过去了。嗯，然后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低消这首歌，因为那会儿是想到什么就先编辑好，然后给他发过去。嗯，那首歌因为感觉在普遍的认知，这首歌应该是厕所瓜是真的。厕所瓜是什么？什么厕所瓜？厕所瓜是什么？什么厕所瓜？你知道吗？嗯，他们有个厕所瓜是在五月初的时候我俩吵架了，然后我就说啊，为什么？五月初是什么时候？五月初什么？五月一号呗。五月初，五月一号到五月十号。然后那天就有人来跟我说，就我说啊，这么准确的日期都知道，我说他们是羊晶晶还是布丁啊？不要脏晶晶，不要脏布丁。嗯。然后我就觉得很搞笑，不是因为有人来跟我说了这件事情，然后来问我了，我说啊，厕所瓜的事儿，就算吵架了能怎么着吗？就算吵架了能怎么着呢？就是说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说如果就算说真的吵没有吵架啊，首先就是不要因为我说这个就说他们承认了。就是说如果就算吵架了又怎么着，我们非要把每一次吵架就非得就是公之于众，确实非得这样吗？没必要吧。看到剧本的第一印象就是很有意思，因为低烧感觉在普遍的认知里头应该是一首比较悲伤的歌嘛，然后这个剧本就是一个反转，然后觉得哪里戏份最难，我觉得是吵架那个地方。嗯，因为那个地方当时摄影师说我要表现的再疯狂一点，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这儿，然后不是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就算吵架了好像也不会就是演，然后我就努力演了，因为当时我们想要找一个梗，就是说是什么东西让我们吵架，就是这个东西一直拍到最后都没有定下来，因为我们很怕粉丝会发挥，就是很怕会各种节奏带起来，就是
这种东西其实今天真的想挺多啊，我们不是说想挺多，就是这种东西是有前车之鉴的，也不是说我们的前车之鉴了，就是可能就是可能会导致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比较就是想要保护一下我们两个各自彼此，对。然后当时就是想到后面都没有想到到底要因为什么东西去导致矛盾发，然后我们就想哎那就到最后就是没有就是就只把这个形式表现出来就好了，所以就没有对白，当时是想的。你知道有个很搞笑的事情什么吗？嗯、就是我们俩吵架那个地方，嗯，后面，我知道。但是当时没有发现这件事情，甚至是你们发现了，然后我才知道的，就看到截图说、嗯、啊，还有这种事情。其实我们当时挑那个吵架的地儿挑了蛮久，就是最后一场，这是最后一场，确实。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当时还好晚上换了一个那个保安，要不然他们应该会觉得很割裂吧？为什么？因为我们白天的时候，对，那个保安还帮我们做群众演员来的。确实，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很多的群众演员，很多人都问到底是哪里找了那么多群众演员的？就是路人，对，就是路人，就是在那守着路过一个，然后拍一个，路过一个拍一个，你知道吗？特别的，当时就是属于是一个没有办法，但是又对吧，很需要这个角色设定。不是我们好摄影，主要是是你找的还是那个摄影找的？找的谁啊？路人，拜托路人。一开始是我们在这拍，就是让那个让就是让一个助理，嗯、就是他的灯光助理、嗯、穿着衣服拍一次，脱了衣服再拍一次。然后后面实在不行，那个保安说：“哎呀，你们要人我来嘛！”哎，那个保安超热情，就是白天的一个保安，是一个姐姐，嗯。非常热心，哎呀，你们确认我来嘛？哎，怎么做怎么做？哎，这样可以吧？对，老入戏了那个人，然后就当时那个路人，就是那些路人在此特别感谢大家，对，给予我们的帮助，好吧？真的就是守着来一个人拍一个，抓一个，来一个抓一个，蛮有意思的。其实拍这个，我觉得那一天都有点难，嗯，因为那一天发生蛮多事儿。而且有点仓促吧，对吧？这个那一天其实，所以最后能够呈现那一天，算了，待会儿问。所以那一天，我觉得最后这个东西能够呈现给大家，大家喜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对，好。最近对方生活有做过什么事情让你印象深刻？笨蛋时刻，我有吗？笨蛋时刻。我是个聪明蛋，至于段璇的笨蛋时刻，没有吧？那就有点多了。没有吧？你说嘛？真的假的？你说呀。我觉得迄今为止，最近你看到没有？最近是多少呢？多久之内呢？你先说，你想得到最近的。我想到最近印象最深刻的笨蛋时刻是在泰国的时候。那也，你看这么久了都没有，是吧？不是，就是那个真的很印象深刻。你说，就是在泰国的时候，有一天早上，你忘记关门了，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家人们。对，我当时想着我还要再进去，因为你在睡觉，不想吵你。然后我在里头熟睡，结果就被他们催走了，你知道吗？他没关门，你知道吗？脑子就忘记这件事儿，就被他们催着赶紧走，赶紧走。然后他没有关门之后是干嘛？是，好像是有，我不知道是保洁人员，保洁应该是保洁进来，我就迷迷糊糊的，我就听到有人说了句什么，然后我就醒过来了，然后醒过来，他可能看到有人，他就，是当时是关了门，但是我是特地是就是留了一个就是咔了一下，就是让我到时候能进去的话，就是能推一下这样子，对，确实，主要当时其实太催了，那几天点太累了。主要还是就是当时被催的，就是有点就是，出发的特别着急，你知道吗？本来就是还以为就是觉得还能够就是回去整理一下，然后各种，然后因为他睡觉嘛，就是怕吵到，然后结果就是突然就哇，立马要出发拍旅行日记的那天，不是吧？是你们拍 MV 那天？拍旅行日记那天好像是。好，我有吗？没有下一个了。笨蛋时刻。好，下一个，
为什么一出上海两位就形影不离，一回上海就要被粉丝戏称不认识？那为什么会被你们戏称不认识呢？是你们要戏称的，又不是我要戏称的。确实，就是怎么说呢，确实是这个样子。谢谢水旋头什么水旋头子，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可能大家会想要我们，我觉得很奇怪，就难道每天就是微信说什么我只要截图发在这个发出来，我觉得是大家就是希望我们能雇一个纪录片，拍纪录片那样的人就是跟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拍，是吧？那加油好吧，等我们以后两边弹幕完全都是不一样的，以后有钱了雇得起了再说吧。下一个问题说吗？什么呀说呀。两位怎么想到三搭的呢？三搭会不会担心过度捆绑？这中间其实有一个过程。你要不要说那个故事？我真无语了。我要说吗？你要说吗？都行。就是因为是一开始是就是其实没有想就是说我要三搭我要跟谁三搭这个事儿，就是很下意识，就是这个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去找彼此说确定这个事儿，然后是马上要截止要确认一些细则的才找到对方去说一些别的就是一些更深入的安排，就是好像没有这个说确定我的搭档是不是你的这个过程。然后那天晚上其实聊我们两个其实有聊到是可就是要参加这个活动吗，就是不是说要不要跟对方搭，但是说要参加这个活动吗。然后当时其实在这之前我有听到一个谣言说他去找问了别人，就是问了别人他要参加，他去问了别人别人要不要跟他搭档，就是他去问别人就是你要不要跟我搭档，就是那种哎怎么说，就是假如你是他听到了假瓜，就是我是别人，然后你是我是杨幂你是别人，你要不要跟我搭档，对，就是这样的。然后其实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就是因为这种东西就是根本不会相信嘛，就觉得是谣言。但是完了那天晚上我们在聊的时候，他跟我说到我们要参加吗，就是大概这种话的时候，我说完蛋了，这个谣言不会是真的吧，我当时完蛋了，你在这跟人耍我王呢啊，就是我说了，我当时气急败坏你知道吗，我当时立马我也没有拆穿他，我就立马我就冷静下来了。哇他那个语气一下子，我的语气刷的一下，我就说啊我就是正常在跟你，对，我当时就说对，我当时就说我当时还很就是我话虽然可能就是美化了一下啊，但是其实意思就是大概就是要参加就参加，要参加就赶紧就是赶紧确认参加，不要在这吊着我。我要啊，我说啊，怎么了？发生什么了？因为其实一开始肯定都会有想说，我其实没有想过，我包括之前别人来问我，然后我也是说，我说我好像说了别人有人没有人问一样。不是啊，我就说我的想法就是，其实有想过要不要参加这件事情，就是今年要不要参加，但是我肯定是。没有想过跟别人参加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那天晚上我们就是正常的在聊这个，因为其实说实话我们两个都会有很多为对方去想的一些东西顾虑，然后所以我们两个人就可能每次都这样，就是到最后了才去说这个东西会不会有顾虑，然后我就觉得我这很正常在跟你聊这个东西，但这个人就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能感受出他的一些也没有吧，当时隐藏的很好好吧，可拉倒吧，把他就发出来。然后我就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跟我说啊，其实我那时候听别人说你去找别人来要参加这个事情，我说啊，我当时就第一想说谁呀、啊、这么缺德，我开始传假瓜。而且我当时就是说的，就是我到后面的时候我就摊牌了，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事情发生过后，在很久之后，我摊牌了。我说我那天其实说让你早确定下来，因为他当时说的是，他就说反正时间就是离截止时间还久，我们可以再考虑一下。
我当时想的是，哼，你这还就是还在这挑呢，还想要吊着，还挑呢。我当时直接跟他说，我当时就觉得你在吊着了，无辜啊，冤枉啊，家人们，家人们，那个人到底是谁呀、啊？我真的就是说，我当时甚至差点，我亲自，因为我是通过就是很多很多的，就是很多很多人说吗？啊，不是很多很多人，就是不是听那个人本人说的，你知道吗？但我当时甚至就是想要去找那个人问，我说，哎，是不是杨斌找你，还是你想找杨斌？你还好没去找那个人问，人家这人觉得自己，不是你们俩人有病吧？关我什么事儿啊？谢谢水学哦，大子。然后反正就是中间有这么一个非常奇奇怪怪的乌龙吧。确实，然后反正就导致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真无语啊，家人们，到底是谁？给我出来！然后反正就后面就是最后下一学期要参加，是我们两个聊的天，还聊啊，每一次聊天我都觉得我们下定决心参加了。对呀、啊，但是你会有很多，你在这干嘛？我没有很多顾虑啊，顾虑的人又不是我啊。魔，你在说什么？聊天记录放出来，放出来。然后就是最后聊天是聊了一个晚上，也没有每一个哪一天都聊了一个晚上，没有最后一次微信上聊的那一次。咱哪一次不是在微信上聊的？你再仔细想想吧。啊，我想起来了，我跟你说还有一次是我在医院。不是，不，我一定要说，我当时在医院的时候，我也是跟他说，就是在医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是有一点就是这种真假情绪参加，就是一个到白热化的一个阶段了。我当时说了什么来着？你说的太多了，我忘记了。你们都知道，之前你们都知道，嗯，不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个。对，对，发个聊天记录吧，什么都别说了，发聊天记录吧。难受难受。反正最后就是聊了几次，聊了很多东西，然后也仔细的考虑了，之后决定一起参加。对，有担心过度捆绑。其实我觉得你反而担心的，为我担心的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我快毕业了嘛，对吧？谢谢牛奶晒太阳，啊，当时他谢谢汪汪汪汪，对，他就一直在跟我说你要想好哦。然后其实当时是因为可能因为我确实是听到一些什么话，然后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会有顾虑？那你的顾虑是什么？我会觉得就是其实如果是因为我们俩是那种就算是。心里面觉得有点什么，也不会让彼此觉得有负担而绝对不会说出来那种。那我就会觉得，我是不是要为你去想？可能你能想得到的顾虑，你想不到的顾虑，我先要把它想清楚，就前因也好，后果也好，都就是先摆在这儿，然后你去想，就是你能不能够承担，就是你觉得会，它会不会影响你或者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觉得 OK 的话，那我们在一起。如果可能你是这里有一些你以前没想到的顾虑的话，那你有没有再去思考一下？对，那其实那会儿我的想法是，就是可能对于我来说，这还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东西。两年很漫长是吧？啊，还是对你自己来说？我说我的接下来就所以我会觉得比起说过度的去想那之后。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这当下最直接的心情，最想做的事情，所以我就是对，就先去做。嗯，所以当时就是做完再说。当时就是这么一个想法。嗯，对，因为真的就是很漫长嘛，谁也不能够想到之后到底会发生什么，但是还是觉得要珍惜现在的这个时候。嗯，因为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就是你今天过后再没有像今天一样的日子了。嗯，好，下一个问题吧。我感觉老板在那
小笨就是小笨。好，下一个问题。去年投壶挑战的少女时代串烧今年会完成吗？去年说实话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对，在计划当中，而且计划了很久了，但是每次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对，都被耽搁了。因为就是一会儿我有一个什么演出，然后一会儿他有个什么演出，嗯，然后再加上今年真的是很忙，我们两个身体也不是非常非常的好，对，特别是我这个小就是拖后腿了，但是就大家放心，我们还是记得的，放心吧。去年西双版纳之约今年能成行吗？还是一样的，一定会去的。我问一下那个老板，就是说应该不会过期吧，这个东西过期就去投诉他怎么样，还交了钱呢。好，那么先坐吧。嗯，来，我们先再坐一会儿，然后等一会儿再继续。嗯，好，谢谢。其实，哎，要是有，如果这样的话，有一百多个已经差不多了。这边有多少个？我有一百多个。那我们做的还是蛮快的。嗯。还有一半。还有一半。下几点了？问一下他们。对。哦，好的，老大。好棒棒硬啊！那么再回答一个问题吧。好啊。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中，对方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你先说。改进的地方，稳定一些。稳定一些。情绪稳定一些。这个是给你的。好。相互情绪稳定，因为其实我们两个有一种就是，就可能我们是，如果有不开心的地方，我们不会说出来，但是有可能就不自觉的就表现出来了。这个人现在在生气当中，但是呢，又 get 不到对方是为什么生气，然后我们俩又不会是那种就是哎你怎么了，就不会去问这种就。反而都会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两个人不知道对方为什么生气，但是两个人都在上面，就是这种情况很经常很经常很经常，对，就是挂相。他们疑犯疑惑我俩不稳定，可能就是我俩大家面前比较稳定吧，而且我们俩其实私底下情绪是挺稳定的，但是就是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可能今天有一个小事，比如说我一个小事可能突然把饼拿走，因为我想要举例，但我就是没法举例，就是可能他觉得我没有照顾到他情绪，然后可能我自己不知道，但是他觉得我没有照顾到他情绪，他就会突然就挂了，然后我这个时候跟他热情的就是我觉得他反应很冷淡，我就觉得干嘛这样莫名其妙冷淡，然后我就会冷淡。但是我要说一下，嗯，很多时候那是我正常的情绪，对，但是在我的感觉我就觉得你在发脾气，我就会觉得为什么要一直发脾气，我觉得很难受。然后他就会说你是不是就是，对，我有一次说我怕他，然后我就啊，对，我说因为其实有时候你跟我说话也蛮严厉的，就是那个语气，不是，就比如说有时候，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好，你先说完，不是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俩聊天，就是可能你说完，就是可能刚刚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就好吧 OK，大多数情况说在阴阳怪气，好吧 ，OK， 不啊，好吧 ，OK 是很正常的话呀。如果是这样，如果我决定我要去赞成你的，就是或者同意人，我说好的，后面打一个破，就是波浪号。他就非常需要，好吧，波浪号。不，我的意思是我自己，嗯，就如果我当时觉得你这个。就是从你那儿，如果觉得情绪不对了，然后或者你压根你也没有情绪不对，但是可能我就是觉得是不是你有情绪不对，设想会担心这个是吧？但也有可能就是我接受到的是这样子，也有可能我觉得你跟别人不是这样，反而跟我就是这样的，然后我觉得不啊，我觉得是我就会有点生气，然后就会阴阳怪气。所以你知道有段时间我觉得这个人他设想的很多，就是没有啊，从我的角度看就是。我只是回好吧，好的。好，但是你有没有觉得有时候接受者感受到的会？好的，我知道了。以后我给你回好吧，波浪号。好吧，又不是说这个啦，人家又不是说这个。好 ，I know。发讯息，波浪号。对，打开麦克风交流。什么玩游戏是吧？哎，你软了。没有，那再回一个吧。
哪个？这个。如何看待水群粉丝？如何看待水群粉丝？是既喜欢水水又喜欢玄玄的粉丝。我看待水水？卖眼镜的。谢谢无条件爱你。卖眼镜的什么意思？卖墨镜的，他们说自己是卖墨镜的呀。为什么？因为爱发这个表情包。为什么爱发这个表情包啊？因为墨镜一摘是那个表情包，是那个哭哭的表情包。嗯，为什么要哭哭啊？那你问他们咯。为什么要哭哭啊？你们说嘛。这需要五 G 冲浪吗？这个梗都已经，你们说这就五 G 冲浪的话，我捡垃圾达人是什么意思啊？多冲冲浪了，因为饿。哦，就说我们两个就是不在大家面前，谢谢，就是交流是这个意思吗 ？Yes， 是这个意思吗？我们两个还好吧？谢谢尊重祝福声。我们两个还好吧？说实话，我们两个有那么不在大家面前交流吗？嗯，我觉得要看，可能是时代吧。但是我对比就有，但哎，那你们为什么你们喜欢我们，你们要去看别人呢？对啊，如果你们不看别人，你们不就不知道有这个对比了？你们非要去看别人，然后又发现有对比，然后又来说我们。谢谢子健少年，是不是这个道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对比我们以前也还好吧。我们现在跟我们以前比差别很大吗？他可能就是想要天天水宝宝爷弟弟爷妈妈爱你弟这个样子吧。但是一个是我觉得谢谢二妹，可能以前更直白一点，确实以前更直白一点。我觉得现在可能怎么说呢，很多时候会想的比较多吧，要说什么要做什么的时候就会想，嗯，会不会不太好，可能有时候不会去管这个会不会不太好，但是有的时候也会被这个想法可能去怎么说呢，谢谢此间上面稍微影响一下。因为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是觉得其实我们私下也还是跟以前一样，确实，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形容这个事情。其实有些事情，说实话，我们两个没有说故意要去干嘛，但是可能，反而会被别人说我们俩故意在干嘛。然后我们两个，谢谢词语记，谢谢你哟。也没有故意在不干嘛，但是也会被别人说我们故意在不干嘛。就是大概这种感觉，可能谁能懂？我觉得可能区别在于关注变多了，对，关注度变多了，对，可能就是这个样子吧。所以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们，用我那天说的一句话，就是也可以用在这里。我觉得就是不被 A 面 PUA， 也不被 B 面 PUA，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谢谢，就是想怎样都可以。就私下的一些事情啊，一些相处，一些交流，有的时候我们尽量多多的给大家看一下。谢谢你们一六怀念胡作非为的时候，哎，什么意思啊？也没有胡过吧，对吧？谢谢冲浪小号。反正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
都是在追寻一种怎么说呢？平衡。对的，舒服的一个状态。嗯、如果一定要我们，其实我们两个有一点点就是害怕，会不会有一些很自然的东西反而会变成像是在迎合。确实。所以就是说会不会你在拒绝被 A 面 PUA 的时候其实也是在被一种 B 面 PUA。 谢谢词语记忆，谢谢你哦。我们两个有在聊这个，其实之前就是也有在想，就是可能会不会是谢谢词语记忆，是不是我们两个也有自己的问题，有在聊，有在分析。总之，谢谢池雨姐，就是一切，就是最后还是说自然就好，对吧？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很感谢大家，还是很理解我们的。对，谢谢池雨姐。就是大多数时候，大部分时间，绝大部分时间，大家还是很理解我们，然后，对，很感谢大家，这一点真的。也知道大家很努力，波波，包包，包包，哎，我的又软了，就这个，为什么没软呢？体温比较高吧，只能这么理解。谢谢池雨姬，还有吗？可以读一下两人以前发的微博吗？啊，我们现在没有多余的手机耶，没有多余的手机耶，怎么办呢？谢谢池雨姬。但是说实话，现在真的怎么说呢？就是不是说，我是觉得关于以前的微博，我都不太好意思看了。为什么？现在好幼稚啊！那会儿就是以前跟现在还是不一样的。那肯定不一样，我那时候才14岁呢。我那时候哇，真的很幼稚、天真、浪漫、活泼，多好呀！而且我一直跟他说，我最喜欢他的时期是那个时期，哪个时期？16岁吧，扎个双马尾。也有时候是搭马尾啊，但是就是有两根遮脸毛，但是一定要有两根遮脸毛在这儿。不是不，而且不是任何一个时期的遮脸毛，就是那个时期，就是他把两根单独的像棍子一样的。而且他特别前，就把刘海梳的特别前的那个，然后刘海特别厚，然后这个地方就那个时候完全不懂什么，就是反正就觉得自己要两根毛在这挡一下，但是这个地方完全就是不秃的，对，秃的，然后就是这个样子。但我真的很喜欢他那个时候，我每次跟他说，他都说啊，这我真的很喜欢，谢谢池姐，对吧？是不是？确实。那是什么时候？那是什么公演的时候？15、16岁。什么公演的时候？一流而上吧。你看，逆流而上的时候。谢谢。但是我自己看我那段时间就会觉得，不会啊，就真的很好看。你现在看你以前，我也觉得我以前很美好啊。你要觉得，那你喜欢吗？喜欢。刚出道的时候，那再稍微久一点点。刚出道那会儿有点太肥了，不肥好吗？肥。谢谢池雨季，谢谢。单璇那个时候，真的有点肥在了。单璇那时候可青涩了。哦，现在不青涩吗？你现在青涩？不青涩吗？我头发都是青的呢，我不青涩啊。那你头发是青的，请问另外一个字在哪呢？我请问。我也青涩。谢谢海南人用嘴开叶子。不是那个时候，我记得单璇出道前一天晚上。然后当时在那个舞蹈房，他紧张死了。真的、啊，我在恋爱中迷糖。对，谢谢。然后那会儿跟他，我坐个前面，我说：“哎呀，你要看他亮起来的红色的地方，就是。”而且第一场公演之后，我不是那个遮脸毛满脸飞嘛？第一场公演之后，然后他给我看那个，他说：“哎呀，你这个用那个粘一下就好。”从此又打开了我新世界，然后我把你高手的秘诀传授给了整个五期生，所以整个五期生我们后来 B 组出道的时候，大家刘海都用那个胶粘起来。但是我跟你说，嗯，就是时尚它是个轮回，嗯，现在我在那个
那个某书上面经常能，就是又能看到人家教说你要怎么才能保持你的刘海不动，就把它弄起来。时尚是个轮回，你们懂吗？那会儿外面邪道可多了，你知道吗？你那个真的，你不只是就不只是拯救了我一个人，拯救了大家是吧？你拯救了整个我普渡武器生 B组出道的那些人，谢谢，真的。那会儿可多外面学到，那会儿你觉得你自己鼻翼大，你可以在这里贴胶布。谢谢。你要是觉得自己脸大，你可以在这贴胶布。对，还有就是在这儿有一个那个就是把脸拉起来的那个东西。就现在都是专门出这种什么瘦脸贴，对，我们那会儿都直接拿胶布。海南人用嘴开椰子，海南人真用嘴开椰子吗？不是，不要造谣，我去。谢谢喜欢的地瓜叉叉裤。好的呀，谢谢。给你们单独装哈。好的好的，谢谢。就是单独。好的，然后是一个袋子装几个，可以装两个。一个。嗯，好，谢谢。不用谢谢长命百岁。那会有海南人吗？可多外面写道：“谢谢是谁偷走昵称，我郑重的在此声明。”海南人不用嘴开椰子。你怎么知道呢？你不是经常在四川吗？谁经常在四川啊？你是有四川血统。对，你可能就是没有纯正，不是纯正的海南人。可能人家纯正的海南人就是用嘴开椰子，也不一定。不要太造谣了。海南生平风评被害。谢谢，希望地来拆快乐生活。还有吗？再看一下。好的，谢谢。好，谢谢一生无语，长乐微扬。你们的手机现在怎么还没跑？确实，可以退了都。是被他吃了吧？被外卖。还有哪个？对，有哪一个希望对方在自己身边？谢谢地瓜叉，好好吃饭。请说，你说为什么都是我先说？哎呀，我想要听你先说。我也想要听你先说，啊、选选。我也生病了。那我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好硬啊。你先说嘛。我先说啊。嗯，最想要在身边的时刻，那肯定感觉应该是伤心的时刻。伤心的时候，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我发朋友圈了。我可不经常刷朋友圈了啊，各位，谢谢段王爷百万大军。所以你发朋友圈是想让我去找你，也就是表达一下吗？我在伤心了啊。但是你发朋友圈有的时候就比如说谢谢吃鱼鸡，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我感觉是蛮伤心的，那个就是可能啊，感觉好像他因为什么事情不太开心。但是你不敢来问。不是，但是就比如说你昨天发的那个朋友圈，谢谢电量麦哥。发哪个朋友圈啊？昨天有发伤心的吗？好像没有呀。有，谢谢。昨天，昨天还是前天？但是呢，不是啊，我前天发的朋友圈是这个，我说什么？我说什么？电脑最好的修理方法。给他读出来，我发在微博了，就是、对啊，那你说，发就是那张图，就是那个小王子里头的一张截图，想要和别人谁建立羁绊就要冒着掉眼泪的风险，但是我跟他刚刚哈哈嘻嘻哈哈的交流完，我就想说，他想不能说现在，为什么？什么？哦，好吧，那我原谅你了。哦，我发个朋友圈伤心都不行，还要原谅？我本来就在想，
我跟他刚刚嘻嘻哈哈玩，然后他现在又要跟别人建立羁绊，然后掉眼泪。这种时候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我应该去安慰的。你想，你的脑内活动还挺多。谢谢丫丫子送的。好吧，那现在我知道是因为什么。谢谢段老爷。那你说呢？说吧。就是有时候，虽然我不太跟别人吵架，但是有时候别人会跟我吵架。嗯，你在说我跟你吵架吗？没有，不是你跟我吵架，就别人跟我吵架。然后这种时候我就会特别想念你。我帮你吵架是？因为你不会跟我吵架。谢谢还在梦里吗？哎，又不得不说到一个点。什么呀？就是好吧，这个人，这件事情可能是我性格的一个事情，就是有时候。我至今为止，我认为我们两个算吵架的事情只有一次，没有啊，很多次。这就是我们两个。谢谢长命百岁。谢谢整天想桃子，这就是我们两个的一个差异，就是有的时候我不觉得我俩这个事情是吵架，但是他觉得我俩这个事情是吵架，不是吵架，但是会让我。但是确实我确实觉得有一点，因为在我这里我是觉得如果我很看重你，我很喜欢你，我很在意你，哪怕是现在，谢谢，就是哪怕是现在我们会有一点点意见不合，或者是说情绪上的冲突啊也好，我们是不会去说一些会让彼此不开心的话，就伤害彼此的话，就是那种重话也好啊，就是那种也好，就是我们只是会表达自己因为这件事情的不开心也好，所以就是当我在别人那里可能接受到这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想念杨碧怡，对，就是这种。解释不好意思啦。然后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着？刚想。而且还有就是，其实这个世界上很少有人会你去直面出，就是你去说出两个人相处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对方说好，那我以后注意。其实我自己身边很少会有这样子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因为我就是你知道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次，就是哎，你说嘛，就是有一次他跟我说我俩在吵架，然后我就你没有说我们俩在吵架，就是你记得吗？你不记得了？再说详细一点，因为什么？因为什么？我完了，我也有点忘记因为什么，但是就是当时，你记得吗？想起来吗？我在台上不高兴，我现在问你为什么呀？说出来。为什么？我也有点忘记当时是一件什么事了，然后反正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那你也要珍惜我这种有不高兴的会跟你说出来的人。你要憋半年你才会说出来。然后谢谢你晚上好说。不是，我不是憋半，我想起来是什么事儿。就是这件事情其实不是一件很大的事儿，然后当时我会觉得他让我很不舒服，他会就是可能会让我有点影响，我就会而且让我会心情会不好。然后当时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我觉得但我又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去，也不是说他，也不是说需要他去改的一件事儿，因为我觉得这也确实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后面呢，可能到后面又发生了一些类似的事儿，我就会觉得完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两个人的观念的不一样，就可能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好，但是可能他不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好。那这样子的话，可能为了避免以后两个人再因为这件事这种类似的事情不开心，所以才有必要说一下。对，不是说那件事情，就那事不是什么大事，只是一个小事罢了。然后当时那一次我就突然，然后他就跟我说记了半年。对，记了半年啊，真是记了半年。然后
他就跟我说看，但是当时那一次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当时找他说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当天发生的那个事儿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就是因为之前有过前车之鉴，我就会觉得可能他不觉得这是件不好的事儿，但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儿。那么咱们为了避免以后会再因为这件事不开心，那就要把之前发生这件事儿也拿出来说一下，然后于是就变成了对，就是不是就是，然后当时，然后你就说，你就觉得这是我们在吵架还是干嘛？啊，我又说我们俩在吵架吗？对，反正你肯定是有说，我对吵架这两个字儿印象老深刻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觉得我们俩这不是在吵架呀。就是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就像那件小事一样观念不一样，但是说开了就好了，就是突然想到这个。而且当时就是他让我很开心，因为我其实也不会就是很经常的去跟他这样子说，但是他让我很开心，他就会好的，那我以后不这样了。然后可能拉塞以后不这样了。我就觉得哇哦，因为可能我自己身边就是之前有过一些事情，就是这种类似的事情，就是对方一直在就是啊，那是你认为错了，啊是就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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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啊，那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喽，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会让人特别心累的过程，你知道吗？我当时然后我当时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上正常人还是存在的。等一下，不是，但是我是觉得你两个人要继续相处下去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总是要磨合的嘛。任何关系都是这个样子，而且我觉得其实我如果是可能对于我来说没有那么，也不是没有那么，就是我觉得可能不需要一直跟他相处的人，有一些事情就算基本上都不会说，就不说，反正我以后不跟你相处了。对 对，就是我会觉得如果一次两次在你这儿我觉得不舒服，那我以后可能会尽量避免跟你相处，也更不会去跟你说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这种事情如果能沟通的话，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事情。沟通很重要，家人们，确实。好了，不知不觉又找了一个，还有吗？有。很自觉，现在沟通很重要，没有什么是没有办法沟通的。好，还有真有一个啊，还有最后一个啥？关于以后有没有想对对方说，但是一直没有对对方说的话。以后，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对以后是不是这个词有一点点过于悲观了啊？悲观？我以为说憧憬呢。老板当然还在了，不在干嘛？这两天我们承包了吗？还有多少个？我帮你们看一下。好，我们加快进度好吗？死马赛老板。嗯。哎，为什么突然？你说一下，帮你们放进去。好，谢谢。太脆了，为什么会脆呢？什么太脆了？就是性格，情绪太脆了，很脆弱。脆弱很正常啊，谁都有脆弱的时候啊，对吧？确实摔倒一个晚上，死马仔。一个晚上，那个手机支架到底在哪里啊？对啊，还没到呢。以后再播播。还没到呢，哥，十点了，已经十点了。已经十点了。嗯，那其实我们先加快做一下。嗯。确实，加点时间是快板。真的。不是你们不急，是老板急呀、啊。最后跟你讲完啊，以后，嗯，你会想要过多的去设想以后吗？我当然不会了，我会去想很多以后的事情。确实，想的确实多。但你其实有时候就是，可能很多时候事情的发展不会像你想的那样去进行。
我反而现在不太会过多去想以后，对吧？我们两个聊天的时候，就是在选一在说担忧，也不是担忧，就是会考虑很多。嗯，然后我就是。啊，我还好，我还好啊，我觉得现在很快乐。谢谢，我可能有很多，可能有很多，就是我在替他考虑。然后他说啊，我还好啊，就是你就是那种就是后脑勺被拍了一下那种感觉，你知道吗？主要是你，就是你现在，我是觉得你现在回顾你过往，嗯，你不会想象到现在的，就是感觉是这么多年以来让我觉得。过多的就对我来说啊，就是可能确实我现在这个阶段也没有，就是可能心境不一样，嗯，然后我就是会觉得说现在我的想法是现在当下会更就是过好现在就好。 yes， 但是可能对于我来说，就是其实我们两个有聊过一些，嗯，然后最后我们俩是怎么结束的呢？最后是可能我们两个对于这些事情可能认知度可能不一样，嗯，当时就觉得可能当时就没有聊下去了。但是因为在我的角度上，可能因为我其实你比我早入团，但是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经历的人生阶段可能会比你稍微多一点点，嗯，然后当时就会觉得嗯，这一我现在来回想我以前的话，可能会有几个阶段会觉得，如果当时去那样子了，会不会现在就是整个人心境或者是说状态会不会稍微不一样一点？所以我当时就会觉得，那我要不要去跟他说一下我的这个想法？那就是说，关于他可不可以就是。哎，有一些就作为800字有400字是不能听的，对，所以就是很难聊，你知道吗？所以就是我的，就是当一个过来人，虽然他比我早入团，但是可能我比他就是人生阅历会稍微那个一点，就是想做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就是能不能够就是说，如果说虽然也不说是弯路吧，就是如果说是。不知道怎么说，这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一些经验，就是要不要适当的分享一下？哎，等一下，这种说我前几年都是快快乐乐跳公演的话，就是有点，你还是不了解我。但是其实说实话，人还是以自己当下的心境和当时最想做的事情为主吧。我觉得人生就是。每一个阶段都不后悔就够了，确实，大家也是。嗯。哎呦，老板真的是辛苦了，你现在像杨白劳。有点高。而且我觉得每个，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去借鉴，或者说别人劝劝你，或者给你提供一些经验就能够那个啥，就有些东西还是得自己经历。对，而且我自己是会觉得，你会不会觉得每个时期的心境其实变得还挺快的？你现在再回头过去看去年，都会觉得也没有。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心境都一样，只是可能之前会被很多东西捆住。但是这也是一种变化，你不觉得吗？就是任何变化，我不知道，可能我是一个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到了现在为止比如说听叶总开会还会觉得热血翻腾的人行了塞。对，喝完了就那么一点点，叶总说话有的时候确实
像在喝白酒，我谢谢你，来点白的。突然想到那个表情包，你要跟我聊这个，我可就有很多话跟你说。你为什么你什么消费啊？什么应该什么 VIP 吧？好累呀、啊，家人们。其实很多时候，他跟你聊天，他很多时候只是想让你去，就是也是上面给他传达了，他要去说服你去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他就是他有时候不能自圆其说了，他就开始胡来了。对，有的时候他也挺难的，因为他的目的，他的任务只是想让你完成那一件事而已，点到即可。所以真的有时候也不要怪人家胡说八道，因为人家可能不是胡说八道的话，他也没办法完成任务的。人间真实啊啊！我们不是在抖音上，我们在口袋四八，可以下载一下。下载能下载吗？那还能下载吗？怎么下载？不知道啊。你在 APP 搜搜索一下 ，APP 搜索一下，口袋四八，谢谢这个小小的支持。这个不是落伍，这个可能现在没关系，没关系，可能是我们太小众了。现在有多少人啊？我说现在有多少人？有多少人？两万多，三万多。两万多、啊。嗯，人次吧，他这个人次，进来的这个人次。哦，就是不看诞生的对吧？对，我们也不知道现在实施。包了个包子，没有故意包了个包子。老板说问我是不是包了个包子，真的很像，真的很像个包子。我们这有多少个？有没有两百个？老板，我觉得有两百个。这边现在还没有，然后应该会两百多，因为你们那个模具不是你大嘛，所以说会比较多。那我们还有几个面饼啊？这个然后应该还有两个。累啊，累了吗？有点累，流水线工程。对对，衣服没关系，里头穿了个吊带，只是把它扣上了吧。怎么拆台？拆盘？他说悬推拆台，怎么拆台的？哦，刚刚让人家快跑。他们有，他又不是不传。哎呀，这个没用上。这个再做几个，我帮你放进去。好的。现在哦，对不起，你干嘛了？你不能拿这个嘻哈呀！你给我把牙签。他灭了。你是破坏，因为我觉得我的手很痛，我就用那个压一下。你看还没有压到，你压太用力了。说真的，轻一点嘛。不用了，这么就搞不动啊。我搞得动啊，你轻一点，稍微轻一点。我感觉我做的最多是樱花，你做的最多什么？什么都做，其实每一盘的重点都不一样。我不会忘记这个夜晚的。我在这里按了一百多个饼干，两百多个，我们一起一个人按了一百多个吧，可能。手没事啊，因为现在刚从冰箱里出来，其实它很难按，对不对？你用一两个手指头按就行了，你这样按就行了。你们约的时候有说要收两百多克吗？没有。不是，但是我不知道你这个一个，他以为一个面饼就有一百多个了。对，但是我以为有几十个。几十个有啊，就是二十个。就我以为的几十个，二三十个，二三十个也是几十个。我以为九十个一个，几十个。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啊，不用了，谢谢老板，真的不用，笑死。为什么我们两个不一样啊？你是不是没更新啊？我没更新，我确实没更新。谢谢。耶、yeah。他说，而且刚刚他说什么？问我五月份，五月初是不是在吵架？嗯，我其实愣了一下。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觉得我们五月初在吵架，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吵架。哦哦，就我在想，哎，难道是真的？啊，我就在想，我就一直在想，当时你去浙江了，我去浙江了，那是五月初吗？你去拍东西啊？但是那不是五月初啊，浙江不是五月初啊。浙江是五月中了吧？肯定不是五月初。我们那个是什么时候拍的？低烧。低烧是四月底。四月中。我是那个摄影师说出去的，因为他以为我们俩那天吵啊，对，特别搞笑。就是我们俩演完吵架之后。然后那个摄影师就特别看我们俩眼色，然后突然就是你不知道你去干嘛，然后他就说东西，说你们俩真吵还好吧？他不是他就是想你们俩还好吧？我说怎么了？演技太逼真，不好意思了啊。但那天确实因为可能我当时是因为别的事情吧，可能确实情绪不好。整个人比较低落，比较低沉。那段时间都就是不知道每个阶段都会很正常，这都很正常。还有吗，老板？有吗？有吗？你要面饼还是更饼？哎呀，我早上呢。啊，好硬，真的好硬，像陷入了循环。啊！我们是做到，不是，我们是播完，播到做完还是？播到做完，做到播完。我的意思是播到做完。冰箱里还有吗，老板？还有一个小的。哦，那就那其实快了。嗯，那就播到做完吧。拍的你们还有吗？我并没有掉面里啊。拍的不用了。拍的不用了，谢谢。不是，你不要放弃。放点音乐吧，老板。突然想念一些音乐，让我放松一下。他们很执着于我笨笨的事情，有的其实，那你说吧，只是我就是想不起来是吧？就是我记性不好，确实，我是记忆里的记忆，但是我现在都是这样即时记忆，就是包括记歌、记舞蹈动作的事，记完马上秒梦，用完了之后就忘了。对，脑子每天翻太多东西。合唱一首，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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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哎呀，这个直播之下，我觉得你配了吧？不能，你看你头发。你刷新了吗？要么他是破壁纸，还在送，而且刚刚是不是2:22？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是几分？我取消吧，我取消了。你现在要在哪里？是，麦当劳店里备两个手机在。好的，谢谢你，老板。以后安利我的同事们来你这儿。我的同事们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什么特点？人多。哦、oh.
那也确实漂亮。放报告，他现在没网，他那个。好棒棒的，什么？安动的。就是给我租房子那个中介，我把他推给了无数我的同事。你像那个房子中介一样。对，我觉得他们真的要给我就是说介绍费了。因为我觉得我那地方真的挺好的，离新中心也近，房租也没有听外面那么离谱，这房子好像也还行，对不对？你干嘛？活动一下，你可以起来活动一下。嗯，不要活动。生命在于静止，老板。OK。我觉得你需要活动一下。嗯，你的身体需要锻炼，我需要静止一下。你平时需要锻炼。说说以前有趣的事儿。都说我们两个人记忆不好了。低烧的姻缘，低烧姻缘，在我这儿。求求我，求求我，拜托拜托我。撒娇八连。拜托拜托，后面再打三个波浪线的这个。啊，但是那个 PV 不就有姻缘了吗？为什么还要再来一次姻缘？那个 PV 是不是姻缘中间切了一下，不连贯了？看，他们不喜欢听我们的对白。嗯，他们就是想要听，不喜欢听我们的对白。行吧，现在不会只有我们在播了吧？有可能。樱花什么时候能放出来？樱花啊，你在下一个，下一个口袋是吧？对。老板是苹果手机吗？苹果手机应该很难下哦。啊，这个吗？苹果怎么下呀？教教他。口，叫什么口袋？口袋四八，对。嗯，是蓝色。哦，他们说要用海外 ID 哦。要那个 VPN 吗？哦。嗯。这国内没有网站。啊？国内没有。嗯，对，可能是。海外，嗯，那我，好吧。然后我就放弃了，没关系，现在你今天晚上已经帮我们支持我们很多了。怎么了？你们难道在这不快乐吗？你们在这口袋四八里面不快乐吗？难道？对啊，那你们怎么不想人家快乐呢？就不想再做樱花了，樱花 PTSD。嗨，谢谢果肉，会说到别的东西，会说到别的什么呀？别问，谢谢出生社，别问什么？什么呀？什么？什么嘛？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有点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从小就相信别人说不要搜、不要问、不要说的时候，就你不会有求知欲吗？我不会。哎呦，你看我这儿突然那么想弄弄弄弄弄，哎呦。很多东西它
它会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了。对吧？比如普莱斯吧，为什么普莱斯吧受不了？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懂。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这个封面？就是我这个直播封面应该是没发过的合照。我来提问，我们在干嘛？我们在给你做饼干。我们在，你在干嘛？我们就在干嘛。为什么要再发一张啊？为什么有点色？你们在干嘛？你们在哪里啊？我们在 KTV。 他们，你们在 KTV 干嘛？去找你们啊。下一摊已经约好了。去找你们，你们在哪个 KTV 啊？他走了吗？玩儿起走了吗？可能不好意思了。为什么不好意思啊？那他不好意思，他只想跟你聊天，不想跟我聊天。他在我们队可不是这样的。他在干嘛？他在你们队跟你聊天啊？多多可跟我聊天了。拉倒吧。真的？拉倒吧。真的？你问问他呀。王瑞奇除了。好吧，除了什么？没事。真的，他还跟我撒娇呢。真的。真的，我说你让杨冰一帮你画眼妆吗？啊，他已经画过了，这是他改良过的。有没有可能这不是一种撒娇呢？这是撒娇啊。那平时我干嘛你们就说我是在撒娇？这也很撒娇。那你觉得你平时是在撒娇吗？不是啊。那我就道歉。我现在很开心，因为即将要考完了。我短时间内不想看到饼干的。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在撒娇？我刚差点说出危险话。耳朵，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真的听不懂吗？我真的听不懂。我听不懂。你不可能听不懂。我都听不懂，我什么都听不懂。你不可能听不懂。冰冰就是听不懂哦。冰冰不可能听不懂。饼干该长大了，学会自己按。是不是没了？就那一个。是的。OK。Yeah。可以把这个一起丢到里面。可以吧，谢谢。哎，里面有一个牙签，是的。啦啦啦！一晚上多好几个未解之谜，有什么未解之谜啊？哪里有什么未解之谜？你别好奇，你就不会觉得是谜了。
老板 iPad 还没网啊。老板以为是你们闲下的歌，不小心默默换了歌。突然很好奇，好奇大家看我们两个做两个小时饼干，还是看我们两个做两个小时跳舞？好奇一下各位的选择，都行，这么无聊是吧？不一定非要去做两小时饼干或者跳舞两小时，也可以就做什么都不干了两小时，对吧？大眼瞪小眼，下次我们表演怎么样？他们爱讲，喝两个小时水，这不水中毒，我跟你信。谁要？谁呀？谁要？咋那么损呢？好了，我觉得这应该是最后一摊饼了。你什么时候结束这个工作？做完这个饼，把这个饼做完。快了，最后坐一起聊聊天就好。十分钟吧，我觉得。我们俩聊天都播不了。就有的时候不是我俩互动给你们看，有的时候是我俩互动没法看。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你跟你就是那种，不要再说了。是是是。我们俩会聊八卦吗？会啊，为什么不会？当然会了，也比较少吧。确定？多吗？很多呀。真的、啊，你聊完就忘是吧？所以我就等于这是一个好这好听者，最终是最好的听者。不会有人跟自己朋友不聊八卦了吧？这些憋死，不可能啊！这不科学，说实话。
我就是觉得为什么大家都喜欢跟我说秘密了，因为我记不住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道理。感觉这盘有点放不下了嘞。老板冰箱里我觉得可以了，不要太多了。我们这能有300个了吧？嚯！谢谢你的弟弟，谢谢。马进马了是吧 ？Yes。这边有没有排的整齐点？可以放在这里。马进马，马进马。你们来不了的呀，我跟你们说，你们叫别人给你们寄。可以。邮寄。可以让他们自己过来体验一下。对，你自己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硬度是刚刚好的。最后啦，没给我钱，其实并没关系，谁会给我？我要发财了，好恐怖的，接下来好恐怖，感觉一直都很恐怖，确实，今年就没有不恐怖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呀，网友饼干啊，可以逐渐看到从这个直播开始到这个直播最后，我的电量逐渐耗尽。是吗？我有充电器啊。我是说我人的电量。我也有充电器啊。我真是。我现在就是那个韩国导演，永远是最后一张，最后一条。我觉得我还能再做个4个吧，就结束了。我这边 always 麻吉玛，嘿，炸垮，就，嘿。快了，最后3个，老板这盘真的装不下了，我们放他那边吧。已经慢，后移，杨冰怡收工，加油，段丽璇，有点太黄了。你这一局就完了吗？好，那就这一局。他最后肯定会是，就是这里最多就2个了。会做到做爆。做到最后2个吧。对，做好以后可以。
一斤半。还能做樱花吗？可以。哎，最后这样好不好？嗯。让它由自己自由发挥。让它揉成一个爱心头怎么样？然后上面签上你的名字和我的名字怎么样？那这个得谁？那就看谁能抢到了。拼手速啊，各位。那你得，那你不能拼手速，你得搞一个抽奖箱。好，可以。哎，把它都放在那个箱箱里面，那肯定会有人偷偷的往里看。那不给他看，他怎么可能不给他看？就他自己要给他看，他自己要看。看的人就坏人，看的人找个让他们互相监督的方法。看的人，你的 CP 一辈子不发糖。你现在磕的 CP 和你以后磕的 CP 都不发糖，你磕哪对哪对不发糖，怎么样？来了啊！出不来啊！要。怎么了？还有什么自己留着吧。你看他们没有办法改变，所有人都不行。你在干嘛？写名字啊。主要是腰有点累。结束，快结束了。我们急吗？我们急什么？我们急什么？天边的黑在能够有你的地点。今天任务做了吗？没呢，哪里有时间做 ？OK， 谢谢姐。好了，最后一个。B 呢？不想请 B， 太多字数。哎，我就想叫自己歪歪，不行吗？我卖萌。嗯，可以啊，那我叫你冰。你叫自己歪歪，我叫你冰。我叫你冰冰，你叫你歪歪，怎么？就是他们自己来现场吗？对，他们来现场。有什么活动？对啊，有活动。在哪里？在哪里啊？在哪里啊？在红馆。在对，在红馆，一个体育场是吗？应该是吧。红馆体育馆。不是吧？是什么？就叫红，哎，不是叫红馆吗？红馆是什么？金武体育场。哦，那不是在上海。是在上海。在上海啊？难道不是在上海？红馆是红馆不是吧？红馆是表演的地方，金武是什么？青浦区，哇，太远了吧？有点好了，跟大家好，拜拜。